在看起来好年轻哦，为什么保养的、啊？哼，我跟你说，保养不需要刻意做。像我啊，每天就吃一颗鱼油，里面还有丰富的 DHA， 让我神清气爽，精神好。这哪有什么？鲤虾油里头的 DHA 含量更丰富。除此之外啊，鱼油里面还有 EPA， 可以帮助我降血压。不然啊，以我的个性，早就被旁边一个不经大脑在讲话的人给气死喽。什么 DHA、EPA， 真的没什么。我这款南极磷虾油里面含有磷脂质、虾红素，还有维生素 A 一，帮我守护全方位健康。而且鱼油里面还有丰富的 Omega 3，它可以帮我提升专注力，让我头脑更清晰，思绪更灵活，还会知道什么话该讲，什么话不该讲。说到磷虾油，里面不仅含有 Omega 3。更加的硬浆果油，不但能够让脑袋更活络，反应更灵活，此外更能让血管更通顺，不怕一时血压高中风啊！你他妈的有毛病是不是啊？我说一句就等一句，吃饱配钱欠我定是不是？不是啊，奶哥，我只是刚好听到你们在分享，我觉得磷虾油更好而已，没什么毛病啊。要是奶哥，我就问你一句，是不是输不起啊？不要输不起，我他妈别人这样输不起，我输不起，是你们害的。要来比是不是？好啊，来啊，来比啊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鱼油分子小，好吸收，能营养完整保存下来的才是最好的。说到吸收，我这款南极磷虾油里面的 EPA 及 DHA 与磷脂质做结合，能直接被肠道吸收，运送到全身。相较之下，是鱼油的 2.5 倍。没有错，磷虾油里面特有的虾红素，它的抗氧化是维生素 C 的6000倍，更高于鱼油48倍。我这款南极磷虾油里面含有新鲜果油，透过低温冷压保留更多有效的脂肪酸成分，使效果更加倍。除此之外，磷虾是源自于地球上最洁净的南极海域，以食物链最底层的浮游植物为生，相较于鱼油更没有重金属的余氯，安全上自然是不用多说。更重要的是，磷虾油一点腥味都没有，相较鱼油很腥的味道，大众接受度也越高。磷虾油有丰富的磷脂质，具有乳化分解油脂的能力，可以轻易畅通血管，让循环更顺畅。特别适合像你这种上了年纪容易动肝火的人，远离中风的风险。不止如此，它也可以增强像你这种不懂得敬老尊贤年轻人的记忆，改善睡眠品质，降低异位性皮肤炎的发炎反应。真的是老中青三代健康强身必备食品。